所以十一月十二号，大家留言哈，我们来欢送力量这一趟的台湾之行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接下来可以带铜锣来没关系啊，越多越好。把荷兰牛给塞了，把那个荷兰牛给它塞爆哈。好，接下来力量，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个人。啊，对，就忘记了，就怎样，就好，一个人就好。然后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歌，我自己感觉很好。一个人其实很好，对对对。然后一个人就好。就不给他机会哈，等一下电话号码还是可以留的。好好好，来，好 ，OK， 直接来好吗？接，折中不要紧张好不好？面对众多美女，接挤满了欢笑，太不适合。眼泪凑热闹，快跑快寻找无人的转角，不优雅时候一个人最好，爱说退就退着，我松开手回忆却没放掉，未来不来了，地球继续绕，多会温暖的梦，我一个人就好。为什么越相信谁能依靠，越换来又一次离婚寂寥，有没有永远再不会让心绝望的解药。如果说越踏出时间一角，越不能保留住天真的微笑，那从今以后我一个人过就很好。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哈，那个要 setting 一下，等一下要帮大家签那个海报。好，今天大家都是预购来的，那好，所以就是要把人家搞哭的那种影片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很欢乐，搞笑的，哦，搞笑的，搞笑的。后面还有一些大家就是给的生日祝福在里面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里面是。
然后因为是转寄。哦 ，OK， 所以你们已经在 OK。明信片，然后是各大的台湾的网址为主题的。好，谢谢谢谢，哇，好有心哦。那还有一包是要给大番薯的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从那个从广州过来。收那个晒的火腿，对，然后他们觉得利阳可以给他们很温暖，然后希望就是他生日的时候他不是很孤单的，除了台湾栗子陪他以外，还有海外的支持这样。嗯，好贴心哦。我来把它拆开哈，然后我们等一下那个，对不起，来，先谢谢那个。这边是台湾的后援会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台湾熟会，对不对？熟会，谢谢谢谢，谢谢所有的台湾的栗子朋友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这是从广州来的太阳花，好可爱，还有小瓢虫。哇，哇哇！啊，也谢谢影片拍到，谢谢广州的栗子，谢谢哈。谢谢谢谢，来，好，给拍个照。哎，关我什么事？你俩自己来。没有，我跟广州不熟啊。一下除了这个东西之外，他们还有一份那个光碟，也是他们生日会的时候他们自己去拍给你的祝福，在那个光碟里面，在里面可以到时候找一下。好，謝謝。那光碟除了力量自己看，我们可不可以如果很好笑的话，我们可以把它 po 上网给大家分享吗？热闹的我已经看过，应该不能 po 吧？不能 po 是不是？我知道现在问广州分。好，哎，帮我们问一下好不好，淑慧？ Okay. 好，还是我上贴吧去问，都行。都行 ，OK， 好。好，那我们。等一下要布置一下这边前面这边签名的地方。那今天，海报都可以签。然后呢，谢谢大家今天来。所以签海报的时候，如果你有带相机，想跟丽阳拍合照，就把你的相机拿给工作人员，我们会帮你拍合照，这样好不好？OK， 好，来，丽阳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前面先布置一下哈。好的，一会儿见哦。